Well, it's hard to live, it's hard to live in the city. Yes, it's hard to live, so hard to live in the city. I've been phoning for blocks, and I wish that you would stop and tell me your name.我还没来得及看过，后来我发现房子是在一个泳池。格雷格里奥和他的妻子在这天晚上穿着一条露背针刺裙，一直到格雷格里奥正一边背着我的背，一边看着我的背，一边准备宴会用的海胆。我问他海胆是否新鲜，他说这取决于我们在什么时间吃。 格雷格里奥确信这些海胆是他是在华贝斯路上买的，确实。我的宅邸或许就坐落在那附近的某个地方。我们听得到顺心堂的钟声早先，我们看着游客在吉拉尔东路附近的达林达雕像四周聚集。 其中一些人伸手往那里看，那导游说这样会带来好运。我盯着达林达的惶恐双眼，他也凝视着我。我们玩得多开心啊！他无声地向我说道：“此时我正走上山坡，走向我巨大的新房子，还有其他人来到这栋房子与我同住，大多是帅气的男性文人。”后来我发现。 其中一位是杰克，是早晨他穿过三兄弟街去买牛角包，但等回宅里，他忧伤地告诉我们，面包房周二不见，我们没有早餐可吃，也没有牛奶来配咖啡。格雷格里奥主动提出由他去胡弗勒姆瓦烤肉店买些鸡肉土豆，我说我可以陪他去。 但他的妻子指出，没人早餐吃烤鸡肉土豆。此时或许是春天，因为热皮克街的花店里全是含羞草、无粉无物的黄色花朵。有一个男人在阿贝斯地铁站附近卖水仙花束，与欧远三指。他必然是在慌忙中摘下了它们，或许就是在哪个公园里摘的。 花纸长短不一，其中一些太短，都没法放在花瓶里。他的兄弟在卖栗子，他将一只吸铁棒放在钢制购物车里，然后就在罐子里烘烤栗子。栗子烤好后，他们就把它们装进用交通路线图黄色的那条起始站为蒙图瓦兹的 C 一线。 就在左上角，我乘的锥形红绿，走到巴黎火车北站接上朋友，西亚玛带他去参观我的宅子。我们从圣丹尼市郊路绕，就为了去吃一个印度小贩卖的贝尔普里，他的小摊就支在人行道上。对面是一家卖手机的商店，每个人都需要打电话回家。 印度小贩一边往贝尔普里上道，我往子巷，一边说道：“基亚马似乎并不喜欢我的大宅，难以置信。你搬进这个破破烂烂的地方，就为了靠近格雷戈里奥？”他说道：“为什么？而且为什么这门永远大开着，盯着雨点暗淡但依旧微微发光的粉色泥墙？” 会客室竟与辉煌宽大的大理石地板上铺着许多破旧的波斯地毯。我抬起头，看见一个小阁楼，里面的书架上还放着书。我很疑惑，为什么自己之前没注意到它。格雷戈里奥说：“显然，那个地方可以用作我的书房。”接着，他引用了一句。 阿波利奈尔的诗，如此温柔的雨，终于找到家中的泳池时，我大声呼唤吉亚玛，让他快来欣赏。他兴致缺缺，
反而问我住在房子里的其他人付不付房租。我说不付。我们都踏入了泳池，吉亚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，我平息等着他游泳，他却在泳池边沿徘徊，透过玻璃窗望向花园，也可以称之为庭院。一瞬间，我注意到无花果树需要浇水。吉亚马告诉我，和我们同住的人应该付房租，否则我会破产。随后，我和前男友一起散步，住在大宅里的人全都跟在后面。我们沿着拉马克科兰谷地线路，往达林达雕像附近的台阶处走去。我们人人心意无间，相亲相爱。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更好，我不会孤单，和我心爱的前男友及其他人住在一栋大宅里，尤其还伴着英格雷戈里奥的存在而生的情欲冲击。我对前男友耳语道，吉亚马说我们必须让其他住客付房租，否则我们会破产。我听见跟在我们身后的人大多是相当英俊的男性文人，嘟囔着是的是的，但感觉力气不足。捷克诗人在他的抠眼里穿了一串含羞草，其中一些文人在摸达林达的乳房。回你的大宅去，他向我密语，我过去也有一座豪宅在这附近，若你在你的花园里见到一只黑猫，那必是我的猫。吉亚马，达林达的黄铜眼注视着，眼力正告我，我应该保护自己的庭院不受偷猎者侵扰。显然最好安装一扇有密码的大门，全巴黎的公寓和宅邸的大小门扉都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。现在是傍晚的上海，就是非常美丽。我还在等音乐的朋友给我发消息，没有说他把音乐的电脑还给我。就是上海的街道真的很美丽，大家都非常悠闲的样子。